人生就只是在不断的选择。一二三。1977年，中国恢复高考制度，开始分文理科，理科考七门，文科考六门。1999年，高考开始试行了3+X 科目，共四门，高校也开始实行网上录取。2000年，中国高考在上海、北京、内蒙古等地实行春夏两季招生。2003年，又将高考开始时间由传统的7月7号提前到6月7号。从小到大，不断做着试题、选择、计算。我们被教育着用这样几个简单的数字可以让自己念到好的学校，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把你们手中的笔都放下，现在开始收考卷，这就不要再写了。想喝点什么？准备好了，谢谢。我最后两道大题没做，就知道你不会。其实我会做，就是时间不够。切，随意。来的分儿挺高的，应该可以报考北京的一本吧，请你吃汉堡庆祝一下。好呀，我还有优惠券呢。好，走。学长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我来给学妹送毕业礼物的。谢谢学长。Thank you.
你要去北京念书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手机借我看一下。新买的？旧的，我爸的。怎么了？阿姨说你啦？没有。我知道，我和他终究会考进不同的学校，过着不同的人生。就像这些撕碎的纸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会飘去哪儿。跟谁打电话了？谁呀？怎么酒还没喝完呢？说吧，别墨迹。说吧，别墨迹了。难一点。我喜欢你。啊！谁呀？哟，应该我们认识，对不对？就那个嘛。玩大冒险呢？不是，是真心话。什么不是啊？好了，我先跟他们喝了。快点呀！你先忙吧。快点啊！少喝点，自己小心。你看到了吗？这里的楼区，这里的街道，这是否是你的想象？它是否会带你驶入梦乡？请到江站台等候。听到了吗？2008的列车停靠在二站台。大地的情感，乘客的旅客，请由站台中部通过 D 档出站。车票需要提供给乘客，请向旅客先说明。有需要在本站中转换乘客，请您出站后到车站售票厅办理签站手续。如果你正在救赎的路上。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
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想喝点什么？准备好了。谢谢。我最后两道大题没做。就知道你不会，不过没关系，其实我也没做。其实我会做，就是时间不够。切，嘴硬。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没事儿。好久不见了。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作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英子学妹，过得还好吗？托你的福，过得还凑合吧。嗯。你真记得我？当然记得啊。我想找你再帮我按一次软件，就是那个可以回到过去的。怎么你三次都用了？都用了。可以安，可是这样作弊是骗不了你自己的。人生没有完美的，我们都有遗憾，而且你自己都试过三次了，你应该是最有体悟的，不是吗？何况你现在都有孩子了吧。谢谢学长，那就不麻烦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安。
一个变幻的年代。